我们在国父纪念馆非常精彩哈，我们在民主台湾哦，在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，我看到非常精彩的这个仪队哈，这个交接典礼哈，非常精彩啊。我们在国父纪念馆，动作非常的整齐，而且非常有力量哦。我们呢、台湾人民呢，敬爱我们的国军哦，啊，我们大家都敬热爱我们的国家。